朝聖辦公室開心又鹹濕嘅。詹瑞文聯同一班演員為電影《朝聖辦公室》做宣傳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出戲本來一套舞台劇嚟嘅，不過蝦頭喺戲裏面就有兩位猛男相伴啦。我哋咧就揾咗兩個好勁嘅、好有慾望嘅猛男。猛男就係 Solus 咧，即係嚟到去擒住阿蝦嘅。咁咧呢個咧，媽嚟啊！呢個咧係阿蝦頭咧，即係楊思敏咧，非常之極力要求嘅。佢唔收片酬咧，都要做呢一個部分嘅嚇。佢、啊、都氹咗我好耐，佢話：阿泰，你放手啦！放手啦！你俾個機會我。係啊，佢對我對住我退咗太耐啦。佢話需要提啲第二種男性嘅魅力，係啊。咁之後，詹 Sir 會唔會繼續將其他舞台劇，例如《男人之苦》咁搬上銀幕呢？男人之苦，而家我唔做男人之苦噶啦，我遲啲有個新戲啊，好快會話俾大家聽啊，嚇！咁就最重要係電影而家呢個部分咧，呢個係我哋嘅真係第一次將我哋嘅舞台劇變成電影。咁啊，我睇完咗之後咧，覺得好肯定佢會變成電視劇。或者是電影的續集㗎。